面大家中午好，请各位掌声响起来，欢迎我们团长，谢谢。今天呢是您在我们维多利亚五号邮轮上度过的第一天，为了欢迎您的光临，本人船长现在特殊欢迎冷餐会招待您。接下来请各位嘉宾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维多利亚五号最重要的人物，我们的船长，有请船长吃欢迎词。好，谢谢谢谢。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首先，我代表维多利亚五号人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维多利亚五号人是由宜昌宝品港开往重庆的，全程610公里。各位嘉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船上玩得开心，谢谢。好，谢谢船长。最后，我建议我们共同举杯，请各位举起手中的酒杯，大家一起来。祝愿各位嘉宾旅途愉快，身体健康，干杯！干杯！好，那么冷餐会呢开始，大家慢用，请各位嘉宾再次以热烈掌声欢送我们船长，为我们带来安全的航行，谢谢船长。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我们是坐车前往三峡大坝游览，然后再坐大巴车回来。上船去游览三峡大坝。过完安检了，要上车了。我们在坛子里的入口那个地方下车，下车过后呢，我们会乘坐我们的自动扶梯上坛子里进行参观。这第一条航线呢是一条上行线，运气特别好，正好在过船啊。这上行线呢是从宜昌方向去往重庆方向的啊。我们下一条航线呢是一条下行线，是从重庆方向去往宜昌方向的。你可以看一下啊，今天这两边都在过船，运气特别好啊。您可以看一下，运气特别好。一次性能过5-6艘啊，3000吨级的客货轮。但是由于我们今年船闸是处于检修的状态，只能过货船，不能过客船啊。那我们双线5级船闸，它的船呢，如果说每过一个闸室的话，大约需要40分钟。两边都可以看啊。形容发电机洪水与洪水搏斗。哦，三个男的，哎，三个男人嘛。啊，对对对，洪水搏斗。然后这边凤凰是楚国人的，我们宜昌刚好在楚国地界，楚国地界嘛。上面是重庆的，下面是上海的。对对对对对。白虎是楚家人的象征啊。象征嘛，他是祖先。哦。看不到吗？
把水位降低。对，水位降低一层一层一层，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接就通了。上面你就不用打，宝贝。看这种情况，不是很好，这个。三位同志，那现在就到来开始准备大大就是。走了，走了。